你可要看好了，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豆腐新做法，楼下饭店68一份，自己在家做，成本只要几块，记得收藏保存哦。一块比我还老的豆腐改刀切成小块，然后均匀裹上一层淀粉，接着碗中打入一枚我下的蛋，搅匀打散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有缘刷到我的视频，家里还有三个妹妹上大学，真是太难了，帮我点个小红心吧，拜托您了。锅中油热，下锅煎，煎过的豆腐吃起来才会更香，煎至八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碗中加番茄酱、白糖、米醋、水，好吃糖醋汁调好了，锅留底油，倒入糖醋汁，开大火熬至冒泡泡，然后下入煎好的豆腐，撒上黑黑的白芝麻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糖醋豆腐全家都抢着吃，喜欢您就点个赞，收藏做起来吧。